回到国内，电影雷转往选战焦点了。民众党他们现在努力克服小党困境，要来力拼陆战。支持者们他也自发性的发起活动，扛起的是柯文哲的大型气球，全台走透透。在今天晚上，他们从桃园杨梅一路走到新竹湖口的时候，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他也惊喜现身，跟大家一起走了40分钟左右。支持者热情相挺，更让柯P是感动到说不出话来。台日新闻的独家采访。柯文哲晚间惊喜现身桃园杨梅，要陪支持者一起徒步宣传。这个7公斤只会流汗的。看到有人扛着自己 Q 版造型的大气球，柯文哲也忍不住上前摸一摸，还帮忙分担扛了一小段。沿途不断有人上前握手拍照，柯文哲也来者不拒。宣战倒数时刻，柯粉自发性发起抗阿贝守台湾活动，大家轮流接力扛起阿贝气球，徒步扫街环台。我是从杨梅开始跟的，2个小时有了。阿贝太穷了，他没有这些资源。那只能靠我们民众自己自发性的。台视新闻也独家直击柯文哲快闪现身，更和大家一起走了40分钟，到本日终点站湖口便利商店，而看到支持者一路相随，更伴着泪光。晚上都不睡觉。站上肥皂箱，现场瞬间变成造势大会。总统好！一号！一号！一号！前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可以一路走到。一群人能走得更远，小岛没资源，热情支持者用自己的双脚帮忙拼路战，也让柯文哲再获得满满力量。唯一的选择，柯文哲，我们的选择，柯文哲。记者蔡云彤、杨月达，桃园报道。